想亲女人的最佳方法。如果说你想亲一个女人呀，但是呢还有点犹豫，不知道这个女人会不会同意，那么我教你一个可攻可退可守的技巧。这个技巧呢，每个男人都可以用几次啊。同时呢，给我点个小红心，不要到时候又找不到我了。这个秘诀啊，就是在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时候，你可以温柔地对她说，哎，你别动，你眉毛上有个东西。这个时候呢，女人肯定会用手去挠一挠，那你就借这个机会啊，调戏她一句，你看你那么笨，还是我来帮你吧。哎，重头戏就来了。当你啊伸出手的时候，你仔细的观察，如果女人是睁着眼睛，那就证明啊你们的关系还差点火候。如果这个女生闭上了眼睛，你就直接亲上去。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啊，就是在接吻之前呢，要保持嘴巴没有奇怪的味道，不要一张嘴就是榴莲味儿、大蒜味儿，那你说哪个女人会喜欢呢？所以啊，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这一款口气清新剂，它呢也叫做接吻神器，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但凡是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啊，你就提前喷一喷，淡淡的果香味啊，清新自然，不仅能够展现出你对生活品质的追求，还能够去凸显你独特的高级品味。操作呀很简单，小小的一支，携带也非常方便，不管呢你是多大的年龄都能够学得会。那赶紧去试一试吧，视频的左下角赶紧去抢。